啊，他就那个什么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，对，他说蓝湛，我去给你打点水，一个反应。来，我很明显睁不开眼睛吗？刚才。魏英，我刚才很明显睁不开眼睛吗？对，他那个瞎子眼睛。啊！睁开，知道你自己就没睁开吧？但是我想看镜头里就看起来会不会很明显？啊？啊？我也没睁开，就正常人就不睁不开、啊。大家都乱加，你看镜头了。各加呀！我见有。见妈他们了。马三郎，我刚才在镜头里骂人呢。没有。谁？我在大舅你啊。八哥，小心看上面。没有骂人啊。大舅，哪有？大蛋，我那边也没离那么远。好，再进来一点。嗯，准备啊，回头。好了，OK 啊，谢谢。